这个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。哇，有两个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。哦，这边是大的可能。现在就这个就是吧，但是他们不让我们进。完之后，但是这个是两个金字塔的这边，今天很多骆驼可以上去这样子。完之后，这就金字塔，所以我们要走大圈。完这门口还有摆各种小摊儿的，就是可能1美元左右的纪念品。现在就是到更近的一步了，实际上这边可以通车，这门口，但确实挺堵的。反正我们走的是最绕远这个圈儿，完之后这个是另一个去进，我是猎犬跟猎犬在打叫。哇，真的是太热了，我只能把羽绒服当帽子。啊，这真的是，我觉得爬埃及金字塔还是挺费体力的一件事儿。咱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走，完之后看看怎么样能进到真的这个里面，要不然可能真的就是到此一游一下。对，天啊，我终于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可以让进了。所以它的小正门是在一个这种转角处，让你觉得已经不是正门的地方，哎，它就是正门，就是这个一定要看到，还应该从这儿进。对，就是这种地方的话，就是能进的。这感觉像是一个小建筑物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比如说这种大舌头的细节，但是它好像不是金字塔的正门，就它这入口真的是非常不明显，非常不明显。是这种小路的时候就快到路口了，完之后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大舌头都是有字儿的，有人可能写过东西什么的，看起就有人写过东西这样子。所以这边的话差不多就是它的小正门和这个像，还有两个金字塔分别在这边和这边。要合影费了多少精力。 yes 的话开始爬坡，还有半个小时，咱能爬多少爬多少，争取万一我们能到那山脚下呢，是不是？加油，坚强坚强。差不多走到这儿了，完时间山有点紧，完之后给大家看这是目前最近的一个场景，这边差不多都摁上了。那离我好近，就在这儿。我们还在前进，加油啊，进军的巨人。这边又有人骑骆驼，但是骆驼一摆倒是对对，差不多差一个石头了。现在差不多真的是山脚。 Oh my god Later 跟他的小金字塔说拜拜，咱有机会来年再见，拜拜。回到过去下一站敬请期待。